不是。啊，给你拍个帅的来。好不实物啊。啊？好不虚。好什么？分量典型。哦。小乌龟。小海鱼。我拍一下这个怎么弄的啊，慢点慢点。稍微有点慢了，感觉还吹气儿。一个风镜吗，谢师傅？稍微有点慢了，哇去，这东西吹不起来吗？它不会这么拉大下来吧？稍微有点拉大感觉，不要紧，应该不要紧。大幅度一点，大幅度一下弄。大幅度动一下，感觉动不了那个什么那个鱼鳍哈。你别转，你那是横着拍的一下。后面这短的，本来就短。没拍，就拍的那个缝纫的，给他拍细节。你把乌龟盖弄吧，拍拍乌龟盖。小尾巴，那可以。这个吹不起来吗，谢师傅？这个旁的方格儿，因为深杆嘛。你给拍一下吧，要深杆是吧？深杆儿。啊，水的衣服凉了。啊，就感觉上下那么，啊，上下那么活动活动好看一点。哎呀，等，我给你拍个特写了，你。这尾巴它不起不来吗？好了，那么都是活动活动，我弄弄。啊？拍视频。拍视频，转一圈吧，把那两个都就转一转。转一圈。嗯，好了，可以转了。这么低，我的感觉也太低了。那个平时你练过吗？
转一下吧，转转一圈，再活动活动，走一走。我先走一走吧，我先走一走，走一走，啊，再转一转，再转一圈吧。